讲白的就是要卡吼，啊，麦当麦做文章，第一，我方模式本来高雄市起哩，本来这代志拢定好啊，诶，补助嘛未少啊，会使讲占2000多亿的轨道内底，高雄占1000桶吼，这是超过其他各县市大概下加6倍。阮台南市是来讲诶，哦，看来到底看我心神。殊不知伫11月24日，韩国瑜当选了后，12月12日，这里是拜三，本来定拜三要开会，那么拜三要开会，11月24日韩国瑜就任了后，因就差不多规定人哦，嘿嘿，当下兵前王嘛，啊你无代无志。你想那都爱搁写一张函讲，因为你即马换市长，卡输啦好。你讲你发一张函输出有名，因为你咧选举的时阵有讲到李改的轻轨哦，伊毋是讲到这文哦，伊讲李改的轻轨，这有真侪人有意见。那么12月7日是拜五，伊是伫拜三的预定会议的进程，迄个是已经逼定啊，想讲紧嘞，甲动起来，开伫拜五，因为你若拜一开来发函哦，会袂赴嘛。官伫拜五通知高雄市政府，讲拜三的会取消啊！哦，拜三这是心理会，因为呐，伊伫进前呢已经补资料补了啊嘛，补资料补了来就是要重新开这个心理会，大概就是要定案啦。所以才会伫12月12日来这个会取消了后，当然12月27日高雄市政府韩国瑜的高雄市政府。的发文去表示呢，哦，这个委员会赶紧来审定，因为照阮的计划已经推动，阮进前报的资料也保证了。到今仔日12月，今仔是2月19日。你甲我讲，恁的行政效率足好，啊，无你就承认讲恁是行政怠惰，所以讲你无要开高雄市也是还未开啦，有要开还未开，伊嘛无安尼讲啊。讲无啦，啊有影无啊，其他的人拢无讲啊，所以苏贞昌用掠这个话尾啊，你爱给我负责，你给我回实的啊，甚至总统府规个起气出来啊，你安尼敢无理？哦，恁交通部的文来客咧，怎么怎安那？嘿呢，哼啊，怎拢点点，食三碗公饭，恁也拢唔敢答，也唔敢回复，一个高雄市政府这么重要。的补助款，这么重要的建设，啊，您对高雄人参一个交代都无爱，参一张文也无，无你嘛敲一通电话讲，这个案今嘛要定开会的日期，或者是讲新的部长拄啊起来，要安那定，拢无，拢总无。林佳龙起来，是林佳龙主张的，啊，安尼你新潮流会使讲啊，林佳龙咧甲你揢的啊，唔是阮要甲你揢啊。我要好你啊！哎，部长唔开会啊！恁就安尼讲，恁若是为了派系利益要继续斗争，你就爱甲高雄人讲，是林佳龙甲恁高雄人揢，唔是我行政院长苏贞昌要甲你揢，副院长嘛咱高雄人，陈其迈拢无要揢，啊无要揢会，无要开，啊即马还佫讲一挂五四三的，讲啊韩国个咧甲恁揢这，啊唔茫他妈生机发笑，这摆明的就是一出戏，那么。对新潮流来讲，拄啊好，嘿，新煞伤害林佳龙，新煞派系斗争嘛，林佳龙正国会的新煞甲你拿了，啊，无你着林佳龙，你去家己讲解释哦。因为当机时这个文发出来时阵，是林佳龙的交通部发的，迄时你发文12月7日。林佳龙唔在就职。啊，袂，迄时阵是恁的好朋友赖清德还在的时候。哎，我好毛嘛，哈。我好毛嘛，辞职啦，12月3日辞职的。啊呢，12月7日，这个文到底是虾米人发的？无部长竟然会当，哦啊，这来你甲看，哇、哦啊，这个愈立愈清嘛，部长下台啊，你甲看部长下台啊，啊，新的部长林佳龙还袂来。啊！恁鬼头什么人？当其时就是清德还未下台嘛，伫遐准备嘛。啊！这张文甲发落高雄市政府，哦，安那恁即马要搁创，所以伊唔敢创声明，用了变作乌鸟偷食，要叫白鸟食罪啊！我林佳龙这条你若担着吼，
实在讲对你无公平，所以你爱赶紧出来澄清，我有要开，足紧就要开。啊，若无你就明确甲高雄市政府讲无要开，恁也免阁送啊。安尼唔较对，即马恁怎啊？大家伫啊含啊糊咧？啊，苏贞昌你怎啊徛关山看马烧炭？你即马进可攻，退可守。唔好用安尼啊，政治唔好安尼算啦。这是有关南台湾的高雄重大的建设，嘛是恁当局时口口声声讲这足重要的前瞻建设啦。所以我认为安尼出来就厘清啊嘛。到底谁是幕后黑手啊？清掉啊，还袂走。部长十二月初三走，吼、初七竟然出这条文，啊，迄阵的代理部长上、处长上啊。哦，这一定是一个处长嘛，啊，处长敢不敢做这个决定？第一定唔敢，一定是有上级指示。少的，迄阵的局长也是好顶的人物，哦，已经出来的建设，恁敢甲毁掉？啊，无毁是局长啊，你有秘密叫伊讲，马上这条文甲发过，甲动起来。恁即马拢无人要承认，啊，甲责任要推予韩国的，这推会落？唔好安尼啦，国家是一体，卖讲高雄话。韩国的执政，换国民党执政，啊，恁就当啊变鬼变怪，无意义。马英九咧做这总统的时阵，看对高雄补助偌济，啊一个无一句话，落去台南民进党咧执政落去，吴敦义省一百亿落来，照平均嘛无国民党的执政县市长较济呢，无呢？台南市分五亿，都种出来，迄一年都无风无雨，也无天灾嘛，有备金就一百亿分了，台南市分五亿。是，逐机拢变大，啊！恁即摆毋是国民党执政，即摆安那要甲克制，吼、哦，要互歹做，要甲抢后坎。即我来讲，即真简单，即也毋免阁上论啊啦。交通部林佳龙，你应该即时出来表态，你的态度爱真清楚，你毋免造成总统府、行政院、甲高雄市政府大家伫遐抓袂清嘛，也毋免你怪我，我怪你。属主爱出来嘛？啊，属主怎啊救伊？畅良，啊，咱海家的高雄市长、行政院长、甲总统府，他妈的祸水相喷，啊，喷甲雾煞煞，大家看无安尼哦。啊，即马属主爱出来啊，林佳龙，这件代志你也无出来，都为着华航的代志啦吼，你已经受伤不浅啦。如果这件代志你阁无出来担当就对了，啊，你真正会惨。为了这件代志，你可能会得重伤，啊！这新潮流是一定要害你的，所以你只有坦然离出，对这件代志表明态度，我绝对袂甲恁客，哦，啊，我也清楚，啊，那有人要叫我客，我有哪会甲你讲我袂客，哦，安尼就好啊嘛，赶快跳出来撇清责任。啊，是啊，我们谈到这个时间上，我韩国瑜是在礼拜天，在晚上，在一个这个完全合法的 pub 里面发表了这样子的谈话。礼拜天，昨天呢、啊，他就马上就那个苏贞昌也回应，行政院副院长回应，国发会也回应啊，行政发言人回应。但是我们要再比哪一个事件来比较？华航啊，罢工了七天，前面几天呢、啊，有没有听到这几个人出来讲话？苏贞昌有没有出来讲话？没有，没有。李佳龙也躲起来了哦，这不关他的事啊。华航的大部分股权是民间的，他无法监督。这些人为什么都躲起来？这个事件，还没有搞清楚，他马上就出来说话啊，马上。结果呢，我们把这公文一秀出来，不就很清楚了吗？对不对？你如何对这个？这刚才那个秀玲讲的，真的，55天你都没有回应，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答案呢、啊？这55天有没有包含你苏贞昌的行政院长的任期？有没有？一定包括啦，因为今天已经是2月19号了。对，有没有包括你林佳龙当部长的任期？有没有？都有嘛。这时候你去掰什么东西？我是觉得哈，昨天我在某一个节目上，我也在讲说，哎，总先把行政院的也好，交通部也好，你先把事情搞清楚。搞清楚以后，你这些酸言酸语，你再说，若是真的，韩国瑜啊，你再乱讲，完全没有根据，大家我们再来评判嘛，对，你还没有搞清楚，马上就回应，那你华航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回应？我跟各位报告，华航七天的罢工，华航损失了多少钱呢？10亿呀！
你为什么不针对这个事情？你有没有道歉？林佳龙有没有道歉？苏贞昌有没有道歉？这个事情啊，还没把他自己搞清楚，马上就先攻击，这攻击最后公文一摊出来，你没有话讲，55天，你们都在怠惰，是不是？你们对得起高雄吗？我们再回想一下前在这个预算，当时刚好碰到我们在审查预算，也在选举，在蔡英文呐、啊，到哪里去？到宜兰去哦，谁谁谁当了县长，啊，铁路高架化全部做，到高雄开这个支票，到那边开这个支票，请问呐、啊，他们现在落选了以后，蔡英文这些支票要不要兑现啊？高雄的要不要兑现？这个我们至少知道宜兰的支票你要不要兑现？彰化的你要不要兑现？我是觉得啊。事情呢、啊，总会有一个水落石出的时候，麻烦的，尤其是总统，尤其是总统府的发言人、行政院长，你们讲话要小心一点。你们的眼里不能只有政党啊，你的眼里应该有2300万的人民，通通都是人，不是只有执政的县市的那个人民才是人民啊。